超级夸张的，它人气超级高，它的一个就是版画印刷的画，3万块日币原价可以卖到。我现在在开开 KK Gallery， 是村上隆他自己创办的一个艺廊，然后他位在广尾跟六本木的中间，他旗下的一个艺人这个月开始在这个地方做艺术品的展览，那他的名叫做 Matt Sugi， 是近期一个非常非常红大轰炸之机，那我们来看看他到底为什么会人气高成这个样子， Let's go。到家啦，然后呢，看我的衣服就知道我已经洗完澡，然后就是整理一番了。因为毕竟在外边待一整天，那提醒一下大家，就是疫情期间呢，在外边一整天，回到家还是要先洗个澡、消毒、洗手，然后才能保障自己的身体健康，保障自己人身安全。好，我们今天去看 Matt Sugi 的个展，对不对？他是村上隆旗下，就是目前算是最火红的艺术家之一。那另外一个有一个叫做 Mister， 但因为他之后可能会有个展，那之后再详细介绍他。Matt Sugi 他的作画风格就是他的人物眼睛会是全黑，然后会有流泪那种感觉，可能在晚上看有点毛骨悚然，但是他的这个作画的风格跟其他艺术家比起来是特别有独具特色的，就是一看就知道是 Matt Sugi 的作品。那变这么红的原因呢，是因为他之前做了一幅蒙娜丽莎的微笑，然后用他的画风去画，版画的部分原价可能6-7万日币而已，然后现在已经涨到79万日币，超级夸张的，就是算是很好的投资品嘛。然后可能未来还会后市看涨，这次有去看展的时候有看到本人，然后有跟他聊天，他是一个非常活泼，但他没有任何的就是价值在，也不会说哦我现在老子很红就不理你，态度很差，不会，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然后很风趣的一个艺术家，然后他会英文又会日文，我觉得很厉害。那之后可能还会有就是 Mr. 的展览啊，再带大家去看。这也是 Show Around， 喜欢我的影片就帮我按赞分享给你喜欢那些喜欢艺术品的朋友，那不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我也没有办法，你还有其他 YouTuber 的影片在等你哦，拜拜。哎，等等，先不要离开，在离开之前我要提醒大家，我们每周三跟每周日晚上不一定准时发片，
然后我们有 IG 跟脸书粉丝社团，社团的账号我会放在这边，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 follow 哦。这里是 Show Around， 我是 Nick 徐，谢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，我们下部影片见吧，拜拜。